觉得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果然是我的错觉，对吧？那就拜托你以后不要再对我那么好，不要再动不动就因为李哲的事情跟我发脾气。如果你是吃醋，你不喜欢我为什么要吃醋？如果你不是吃醋，那就是因为讨厌李哲，所以也讨厌我。不是的。不是什么？不是吃醋，还是不是我的错觉？你今天一定要把话说清楚，不然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。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啊？哎呀，不用怕，肯定是艺人来。